哇，这一半呢运势有五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蛇、属鸡还有属牛的朋友，桃花尤其呢让你人气看涨哦。这一半呢你会觉得人面桃花非常旺，人见又人爱哦。所以这一半呢要记得在职场上呢可以多跟老客户呢多去呢联络一下，你会发现带动很多的业绩，让你呢人脉铜钱脉。